好，这个是驾驶座，所以有四个按钮，二三四。这个是乘客座啊，所以它只有一个按钮啊。然后他们现在都把线接好了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乘客座。然后下降。好，再来看驾驶座。好，驾驶座的控制也可以控制乘客座的车窗。OK。